你有什么想了解的？什么？你不是要采访吗？啊，从开始吧。担任总裁以后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接手以后的理事有什么不一样？对整个……你这些问题勾不起我任何回答的欲望。 但李总，我总得交差吧。这种假大空的话，网上一套一大堆，难道我要我教你洗稿吗？你也可以教我啊。你真的只有这些问题想问我吗？我想问，你大学时候是什么样子？ 有没有谈过恋爱？哼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一个生物学的教授。他是个老文青，在上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，他跟我们所有人讲：幸福往往来自于空。只要你愿意花时间，看一片树叶怎么落。 一片雪花怎么飘？一阵风怎么吹？就像此刻一样。但平日里，也只有足够满，才能凸显空的意。这两，混走吧。 所有联络都失落，不约而同，言不由衷，只能做彼此的观众。散场的拥抱有始无终。 不好意思，李总，出门急，没吃早饭，有点低血糖。跟我来。